Slow speed. 马老师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他们是双胞胎，但是他的儿子1米95，他的女儿只有1米6。他的儿子是金色的头发，他的女儿是棕色的头发，他的儿子学习很不好，他的女儿学习非常好。他们真的都是马老师的孩子吗？为什么他们一点儿也不一样呢？Normal speed。马老师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他们是双胞胎，但是他的儿子1米95，他的女儿只有1米6。他的儿子是金色的头发，他的女儿是棕色的头发，他的儿子学习很不好，他的女儿学习非常好。他们真的都是马老师的孩子吗？为什么他们一点儿也不一样呢？